嗨，这条我的行。今天晚上8点半，爸爸刚回家，妈妈给爸爸做了晚饭，等着爸爸回下班回来吃呢。你们看，噔噔噔，这是两只大毛扎蟹。你看，我跟我爸爸要一人消灭一只，来吧 ，Let's go， 给你爸爸。好，谢谢。记得这个黑黑的不能吃，那个黑黑的可撕了。你们看，我这开和螃蟹玩呢，把这个拔下来，这个拖进去了。蛋蟹黄，对，蟹黄，这正能长的是蟹黄，还有蛋白，蛋白，对。你看，爸爸给我这么大，有了这么多的螃蟹肉，我突然想一下，这个螃蟹腿好像蜘蛛腿，我爸爸告诉我，螃蟹跟蜘蛛有亲戚关系。